可以吧？我说下午就受重了，是吧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再撇了呀。撇点儿啊！行，我这会儿能动动，大爷不是？这些那东西得讲线呀，对吧？不是牵着肉啊，那东西得接线呀。我跟你说，讲线能跑的试试。我打的是什么？下午那个张队说别急。